这个罪使我们不能够以神的爱来恩待我们的亲人，来恩待我们的同事朋友。我们对人多半有的就是要求，我们对人多半有的就是期待，但我们往往自己没有办法给予爱。如果我们自己不能给爱，我们怎么能期待别人也能够给我们爱呢？所以主啊，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真理当中学习爱，用恒久的忍耐，用慷慨，用爱的，用这样子的爱的给予来对待我们的亲人，使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学到，并且我们能够得胜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刘传道啊，今天用在真理中学习爱这个主题来阐述，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。这一句我们几乎是都不用想就可以讲出来的一句金句啊。但是我们今天借着传道的正道，我们突然回顾啊，我突然发现这句话还真的是以前没想清楚啊。讲到这样的一个忍耐，有的时候会心痛会流泪的这种情况下，还是能够在恩慈的基础上持续的忍耐，终究可能你可以把一个困境给它反转。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，大家都处在我知道自己包括自己，包括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可能都处在不同的这种状况当中。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用出这句话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来帮助我们。我相信我们必然可以得胜啊，从困境中走出来。好，我们下面就要以奉献来回应神，请弟兄姐妹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《生命圣诗》420首。我们今天唱第一节、第二节。谢谢你。
教，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下面来献颂尊荣神赞美诗十三首。小组分享了。